早啊。早。Hello。是在这儿吗？走。哎呀，这得看。Good morning。康师傅吗？哎呀，渴了渴了渴了，好久不见了大家。今儿又是一个竞技类了，还有个绿人，你这个人都已经漏了啊，摆出来去。我这身材有这么好吗？我终于跟大家长得一样高了。没发现我们大家都瘦了一圈吗？这话不接吗？好久不见，大家最近在忙些啥呢？你看呢？看不出来吗？忙着减肥呢，忙着减肥呢。很开心看了亚运会开幕式。我进去还是录歌，然后唱歌，忙着，然后演出。哎，我要前打一下广告，就是为我的《以爱为营》也唱了歌，对。不要再宣传电影，宣传的也差不多了。希望大家没有看的就继续去电影院看看吧。好，给王大麦。王大麦，好好。我是进组拍戏了，一直在拍戏的过程当中。对，那看来大家这半年过得都非常不错。这句接的也太硬了。那你们不一一汇报呀？欢迎大家来到2023年的《奔跑吧》特别季。继《奔跑吧黄河篇》《奔跑吧共同富裕篇》之后，今年我们迎来了全新的《奔跑吧生态篇》。这一季的《奔跑吧生态篇》，我们还迎来了一位全新的成员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的加入，有请。快快快，找个熟人。姐姐好。你好你好。刚才我们在外边等着，你藏哪儿了？都在我在隔壁听着你的声音呢。这个衬衣是没穿好还这么设计的？故意这样穿的。故意的。土了是吧？土了。我很怕你突然从康师傅茉莉绿茶里蹦出来。好紧张。没事，没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。最近在忙些什么？忙着准备节目。什么节目？准备奔跑吧。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准备呢？准备跟每位老师见面的那种心情。哦，那展开说说。那怎么分别每个人介绍的准备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不是，不是。那你讲一下吧，你为了见每一个人，就是准备了什么样的心情？首先吧。好，可以了。哇，你还是抱过来。我们这次呢是个生态片，不是心态片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心态放平，没有，我心态还行，还行哈。欢迎张真源加入《奔跑吧》的大家庭，欢迎欢迎欢迎。据小张介绍，《跑男》2014年开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才11岁，真是。他是看着《跑男》长大的，我们是录着《跑男》长大的，没毛病。这也是他个人的第一档常驻综艺节目，大家也一起加油！加油！作为跑男的忠实观众，想必小张对大家都很了解，所以我们也专门准备了一项特殊的任务，同时也来看看在他心中你们是怎么样的形象。对，我们没有为难你，节目组还是要为难你。现在考验的是我们几位的心态了，是吧？哦，一会儿呢。小张可以过来看到一个关键词，根据你对大家的认知，包括你在内进行一个排序，其他的6位成员来猜这张题卡上的题面是什么。太随意了，很合理。如果没有猜出来的话，那么小张就要获得一个小小的惩罚。啊，我们猜错一把，他获一次惩罚。那我们不知道，只要一直错就行了。他自己玩一盘泥潭，不会吧？那么小张就需要品尝我们专门为他调制的
折耳根柠檬水。准备了这么多杯啊？那是一下子就懵了呀。之前有没有采访过真源？就是不喜欢什么，喜欢什么？但我不喜欢吃折耳根，那就给对了。接下来，小张，请过来看一下题卡。小张看来等挺久的。哎呀，这个我得排第一。啊？年龄最小？不是不是，不是，不是的话，那就猜这个吧。我个人感觉啊，这个问题有点得罪人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但是我不说。是吗？能差不多应该是。哦，真源，这个歌应该排第一。真的吗？那也可以，我可以接受。你万一是一个不太好的，如果这是不好的，他把我放到第二的话，那正常啊。这样揭晓的时候你要表演一下，你会很尴尬。你这样把我和程程颠倒一下。那不行，那你不表演了一会儿。没事，沙溢哥，我相信你的，可以。白鹿排最后，这肯定是一个不太好的吧？绝对是，你还是害怕白鹿的粉丝了。好，这个你肯定喝了。沙溢第一，白鹿最后。这是个啥？这什么？其实后面参考不大。后面参考不大。撒谎能力，是吧？哦，对，有可能。哦，有可能。卧底能力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三个字。你在干什么？什么？你能撒谎啊？仨字你能说四个字？诚信度。最能骗，最能演，最自律，最老实，最狡猾。猜对一个。醉吗？是醉吗？猜对了那个醉字。不是这种评价的关系，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的。最自信，两个字对了。最自恋，最自恋。最自恋，沙哥。那我不行，这我不承认。不，我们就猜最自信。我们猜最自信。而且我也不承认我最自信。所以这道题是错误的。这道题我应该是猜不出来。来，那请大家确定一个最后答案。最自信，最自责。可以，最自律，最自律。最自律，我们的答案是最自律。最自律，正确答案是。哎呀，答错了！哎呀，好可惜呀、啊！好遗憾。我弟弟好善良，把我排最后一个，真的，谢谢谢谢。你这个应该从后往前排。对，我们正好反着的。对，最自恋。什么意思？